这是我见过最帅、音质最好的播放器。每次开启它，就像组装一把枪一样，繁琐又充满魅力的组装步骤，并伴随着金属的碰撞声，就渐渐地让自己融入在《教父》的故事中。当轮盘转动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以父之名的沉默，那是天刚刚破晓的时刻。要微凉的